小五順是抄寫1965、黃美珍靚女黃美珍呢就站在第一排第三位黃美珍他們將會是2012年 的贊助我們嶺英校友會香港總會抄寫學生這個都是抄寫小五嶺英中學20周年1958年陳龍勝在這裡陳龍勝抄寫的陳龍勝1966年要寫的小學小四讀緊要寫的小四師兄有邊位呢今晚又在這裡的盧連興陳燕姿鏡頭轉去亦都是抄寫1958年的抄寫小四二班蔡聯輝今晚在文道彭協小四讀到而家啊，讀到畢業嘅，讀到高三畢業啊！這個係要寫，佢哋叫做中六第一批中六畢業生。這個亦都係要寫，嗰陣時讀緊小四嘅。潘德不知道潘德同學去了哪裡羅爾華羅爾華同學讀緊小四顏文龍今晚沒有出席董銘彪現在在英國做了博士董銘彪是我的表哥我龚錦旗的表哥即是小三1967韋社順班李烈河好似去了菲律賓高維茂都向菲律賓這個是我小三的同學現在是小五二小三二班韋社小三二班韋社卓銘恩同學這位就是
讀咗嶺英十二年嘅卓銘恩同學幼稚園讀起。而家係委寫讀緊小三嘅，嗰陣時讀緊小三，委寫1967年畢業嘅委寫。吳紅帽、李玉泉、楊祖猛，因為到而家都仲有同我聯絡嘅，辨祖真。呢位是機社的袁兆芳，他中學才去機社，小學是委社。袁兆芳可惜已經去世，非常可惜。他是機社的前，即是離開學校之後的負責人，聯絡各位他們機社的同學，就當然聯絡過我，聯絡過龔錦薇，希望辦一個校友會，委機兩社大聚會。龔錦薇、龔志堅，龔錦薇今晚的女司儀，吳紅帽，吳紅帽是幼稚園讀上來的，也都是讀了嶺英十二年。吳紅帽，他是今晚的司儀，居功不少。洪雪梨就是做了電視明星，林淑清是在菲律賓。楊祖音在菲律賓。龔錦薇、龔志堅兩兄妹去了菲律賓。小宜信，這個是機社。黃詠慈、黃慕傑、盧連輝、黃寶蓮都是委機即是兩級的小學同學，到現在都還有聯絡的。這個都亦都是機社，小二，1968年。關月明，關月明是在嶺英在學和教學17年，由幼稚園讀起的，教學3年。這個排第二位的就是關月明同學了。鄧潔芳今晚在這裡。